我叫林威受命，继任苍龙城新任城主，即日迎娶苏婉儿。你就是这个人的独女苏婉儿？放开我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放开我！今天我会揭开你丑陋的嘴脸。 将你钉在苍龙城的耻辱柱上，为我爹报仇雪恨。那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啊！我一定要用他的神头，去祭奠我们林家满门。小女名为霓月，是个医女，是可以来帮你的。 千万不要怪婉儿姑娘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去。婉儿姑娘绝对不是故意推我的，即便你抢走了城主之位，但这城主府里的一切永远属于我苏家。是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不准动我爹的东西！别急，好戏还在继续。我一定要救出赵叔。婉儿姑娘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鸡汤，不知可否表达我道歉的诚意？这会溶鸡汤。 你慢慢享用吧。我还没有蠢到会相信你虚伪的家。霓月姑娘，多谢你的大礼，现在可以好好谈判了吧？谈判？你放了赵统领，我就放了你的霓月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判。放开我！劝你别再耍花样。 玩，是我。景天，你怎么来了？现在已经是八分相似，再加上夜黑灯暗，谁都不知道你是假扮的。城主，去把赵统领带过来，我要提审。是，城主。人已带到。带他上车。好一记偷梁换柱，看来是我小瞧他了。你就好好的祈祷他们离开的时候没那么痛苦吧。